也想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又过到了咱连线的时间，9点到10点，也想为咱做服务啦吼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啦吼，就是安尼。哇，最近吼，咱的天气真的非常好。哎，出门吼，唔免穿到安尼厚厚厚安尼吼，啊，佫无落雨，哇，感觉讲，真的。即马即个春天的气息吼，好像吼也没有什么冷啦吼。啊，即马高春啦吼，开始啊吼，啊一挂树啊啦吼，开始咧发芽、啊，但是该落叶嘛，落个空空空啊啦吼。好来，咱今日来听一段吼，咱的圣庙啦吼，足久的另外一段啦吼，无同款的啦吼。而且呢，祝老大人身体健康，食饱饱，囡仔兄囡仔最好有气。工作中顺利，开车大吉平安，然后新的一年总是要有新的愿望，然后大吉大利，哦，这拢是上好的祝福啦，吼。来听这个，人讲吼，三月娘妈祖，吼娘子。
找找话题。我讲吼，5966449，这支就是咱的现场的电话。吼，啊，咱的孙阿姐，你若听没想讲二十几年，还是讲十几年啊，你拢听，还是最近，还是今嘛才入来，才开始接触到喜结善缘。啊，你知道啊，有问题的可以答问，哈，可以讲，啊，大家可以互相探讨。你这人生观吼，安怎讲拢讲不完。啊，人忝是安怎咧忝？吼，我听讲人活咧真忝，吼，有一样套路，吼，用伫你个肩胛头，你咪感觉足忝。累了要怎样？乐观的人呐，吼，他就不会累。你也感觉讲，啊，你人生本来就是安尼，因爱顾巴肚啊，甲过来顾佛祖。啊，因为爱食饭，所以爱拍拼，这是人应该爱做义务啊。但是即马足济迄个吼。唔是爱食爱拍拼爱去做诶，伊无这种任务咧，伊拍手机啊任务，但是食爸母、困爸母，吼、哦，过来就算长爸母诶，越来越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这老大人吼，只要做到五六十岁啊，也唔敢放啊，六十外嘛也唔敢放，六七十岁啊嘛，同款伫咧田里咧做，吼、哦、啊，拢老啊咧做较济呢，啊，少年啊拢安尼穿安尼，水水啊，车开咧，嗯，坐咧安尼，吼、哦、啊那。巴肚要倒来食饭，吼，啊，那买对，吼，三暝五日无看人，就为什么会现在的社会啊颠倒哦？唔是老的爱休息哦，是老的爱休困养老。啊，即马唔是哦，即马养老是遐少年的，吼，无啥爱去找头路。啊，那去找头路，佫忙管，吼，啊，家己的计税佫真悬，无愿台湾倒来厝食饭就有啊，吼，就这种想法。吼，所以讲工厂公司哦，要请到一个足好的。员工，还是你要有福报呢？我也是愿意接受。我二十岁成年啊，会当去当票啊，就表示我大汉啊。我都爱有我的成就，爱有我的目标，我爱替我的士大人担，减轻士大人的这个肩胛头负担。我才叫做真正的人呢。真正的人，原来讲生到后生哦，生到后生安尼真欢喜。啊，但是即卖我甲讲。女性绝对无比查甫较含慢，比查甫较有架势的吼，头脑事业做甲足好诶吼，足敢做啊嘛足敢冲诶，比查甫人较有肩胛头，绝对有。你不要小看女人，现在吼较早诶人讲吼，女男平等，唔系男女平等，即嘛差不多会使搁甲改换过，叫做女男平等，吼查甫。哦、做总理也好，做总统也好，拢有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立法院内底，吼、哦，做立委的嘛是，吼、哦，咱讲女将啊，足济，吼、哦，会当为国家，吼、哦，去争取一寡，吼、哦，咱讲公平正义啦，吼、哦，正义啦，啊，要有公平正义，唔是迄个什么，我们在讲的是说什么动都什么动，安尼互相都要相加，安尼就无意义。咱是要甲万民百姓争取福利，互这块皇来仙岛较好过日，吼、哦、啊，唔是啥物人立权，吼、哦、啊是讲啥物党诶做了较好，做了较唔好。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土地上成长的人，是恁较听音嘛，就要别人甲伊对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若做了无好，人连讲嘛是甲你扭落，同款的意思。人只顾着怨恨。你就忘记了笑容，所以无论安怎，吼、哦，都袂使放予老大人安尼去拖去磨。啊，年轻人哦，即马即个吼、哦、婚姻吼过袂好势，几年后吼、哦、啊，那两个安尼啊，拢是老大人爱排，啊个排孙哦，这个是太累了。为什么会累？我就真的很累啊。我现在没想跟那个讲这個，因为我听足济。吼、哦，咱讲做事大人的害头，甲做事大人的无奈，甲做事大人的悲哀。为什么会走到宫庙来？他们有他们的辛酸苦累，他们有他们要讲的，就是没办法去改变的代志，伊必须要承担的。戆外妈疼外孙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啥，就是爱去甲负责任，吼、哦，安尼这囡仔，互阿公阿妈带。阿公阿嬤唔甘骂唔甘怕的话哦，换耽误着即马这囡仔，所以这个是社会问题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没想
伫这间宫内底有30年啊，吼，听足济啦，欢喜的足嘛有，吼，足有自信的嘛有，头路做了足好的嘛有，咱只道亲嘛有，足济有爱心的人嘛有，但是会来问事，会来请示，拢是为着一些年轻人的问题没办法解决。做老爸老母应该这个时阵是卡揪起来。爱来去游山玩水的时阵，唔是咧替恁护恁放落来遮，啊，这样是不对的啊！这个社会是乱了，谁在讲的乱？咱应该要是大人享受的，是应该要是大人享受的，唔是咱是大人爱替咱担遮的呢？那这样都不对，本末倒置。哦，啊，咱的宫廷要创啥？唔是要甲开大金灵感显化，是要来讲，互咱家己小可有一个。尊责，不可以这样欺负父母，也不可以把你们自己的烂摊子丢给都已经年老的父母亲，这样都是错的。年轻人这样会有因果，吼、哦！恁若好事大人安尼操劳，好事大人安尼吼，恁爱担因果担袂离哦，灵工你爱行哦，还是要还哦。人爸母是给你饲到成人就放手了，你们就是要回头。孝顺父母是你们的责任哦，好、哦，不是老人家来背你的烂摊子哦，那是错的。啊，就是因为昨天毕信宫有在开科板书，24、26日，好、哦、听的好的，好、哦、很多，赞叹的也很多，但是看到的，好、哦、家里面的这些问题也很多。啊，就我都有这种想法，这个社会到底要怎么改变？这个老人家才会幸福，才会、哦、老了有老的尊严，老啊有老的尊严。老大人出去外口咧捡鱼抓，囡仔都来底咧拍电脑，囡仔都来底咧拍手机啊。大母人大母正啊，放落去老大人安尼，这样是对吗？不对啊，这种社会是已经是乱了，厝下乱去啊。要不然饲囝，养儿太闹。啊，即卖呐，养儿太懦，即项阁无做到，啊，后壁即个老大人面呐，什么是重要？是买车重要，还是你发现了什么是你一定要？啊，许大人都爱来卖厝，啊，是爱来卖田。什么最重要？即卖囡仔要出社会了，什么最重要？学倒歹骑了线了，伊就看人要爱车，什么最重要？买车最重要。哦，啊，过来嘞。要创一下啥？我无爱一间厝啊！你要叫我娶无？得爱有车，搁有厝。什么房子并不稀奇啦。你好不容易当上了，哦，老板，你才发现员工比老板还要牛气。为什么？咱人就是安尼，员工起码伊就，哦，有时头家袂使无员工了，员头家爱低声下气啊。员工来甲你跳槽，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足重要的角色。你的公司袂使无这个员工，啊，你这个员工做头家嘛是头家正了，所以现在哈，当老板的也不容易了，啊，老板现在我们也发现到哦，老板要跟啊跟员工了哈，也要用和平相处的，无你唔只做头家无外嚣摆呢，无工人你都无在做头家呢。所以我们把习惯性啊，哈，啊，我那出社会就是要有房有车，啊，我出社会了，我就要有房有车有钱有权，有钱有权。其实真正的幸福应该是，哈，无忧无虑无病无灾。哦，咱即话咧讲，少年囡啊，会甲时大人讲，啊，出门你无我一台车，吼，那无开咧好，爱买一台车，伊也唔甲你好好啊驶过，该出问题。那处理来讲，哦，啊，我伫遐讲细处，啊，无你嘛加买一间啊厝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要求有房有车有钱，哦，然后你若要爱我娶某，你这条件给我，我再来娶。你看，做老人家真的，你也甲宽这宽好伊宽好，啊，无就查甫囡仔爱有迄个架势。你真正有钱，你真正会当买车买得起，你才去买，绝对唔好。唔好好是大人，足艰难的啦吼。现在我们把它换成一个话题：有车有房有钱有权，有钱有权，真正很幸福吗？哦，不一定哦吼。
啊，如果咱人啊当做一个无忧无虑、无病无灾，多半就是做给别人看吗？无才是你自己的。所以说年轻的时候，有些人是为了名跟利，不惜透支自己的健康，让自己身体承受不了不该承受的重量，年纪大了躺在床上被谁折磨，被病魔折磨，又开始后悔。这就是咱今麦在讲的，你用金钱买不了，买不到健康，用金钱也买不到快乐，这现在就是现实观啦。这就是现在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啦，好命跟不好命是怎么比较。一旦没有了好的身体，没有好的心态，你多打拼啦，你多打拼啦，你到尾你都会怎么因为身体不好而后悔。你还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了健康，人生中的一切变成了跟他寒民同样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人生最大愚蠢啊，戆了对啦，就是把钱看比生命重要。你一定要明白哦，一个躺在床上在数钱的人，一个没有那些钱，还有那些田，还有那些干活的人，你做到身体弯掉了，脚没办法走路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啊，说那些钱也一样在那里啊，但咱的身体害了也了。对吧，这人生最戆的就是什么？把钱看作生命。哈哈，这个不好。你把钱看作生命，你不把健康当作一回事，即使你有再多的钱啊，也远离你。所以请好好爱自己。钱多钱少，有够开就好。不要好吃懒做。穷富都没有比健康更重要。所以古早人讲，富贵不能淫，贫穷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只有内心的坚韧和自主。咱家己有坚韧，坚持，爱有这个啥，有家己的自己感觉满足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啦，吼。这较早爱因斯坦常常讲，我生活的价值不在于你得到什么，而是在于你成为什么。啊，这人这老人有会写一挂这，这就因行过的路，因的经验，因伫这世人的经验，所以才留落来。吼，这比这经验就是要留给咱加减啊去了解。我们不能让金钱成为追求幸福的全部啦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想得开，就少些烦恼；看得开，就少些困惑；抛得开，就少些负担。这人爱因斯坦就这样讲了，讲很久了。会赚钱的老人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赢钱互我上尊重的吼，足侪啦吼，像迄郭迄周润发，人个全部关，全部甲伊所有的钱吼，拢甲关出去。人讲无债一身轻，他不是债哦，有钱也是一种梦想，但是你要把钱的梦想换做利益众生的事。你有遮侪钱，遮侪亿。你也开不下这，你也吃不下这，那就捐出去了，社会有利益了，能够教育很多人了，他捐出去了，那伊欢喜无？伊欢喜啊！人伊免塞迄个一只几啊百万的车，人伊免人坐，人伊坐地铁啊，人伊来倒伊啊凊彩路边摊坐咧，人就吃，他抛开了，你就少很多困惑。这些负担，钱也是一种负担呢。咱那弄种个关号处理，你也感觉你身躯真轻松。我在做好事，那些好事可以延续好几代。他也不想求功劳，嘛无想要人看报纸，这种的束缚就是啥？一切看得开，生活困惑自然开啦。伊讲生命是一个旅程啦，也是一场狂奔。你在最顶端的时候，你赚了很多钱。然后你会隐退，即我足侪影星拢去买山顶啊，去买山顶的下吼，种一挂花啦，有足侪啦，山顶安尼个用干那花园呢，他就在那边享受空气、阳光、清净的水，还有清净的心境，这才叫人生。你看一挂影歌星退休了后，
拢去拢买伫个山顶，伫遐咧创啥？拈花惹草，花一点时间嘛，吼、哦，有时候好跟朋友聚聚餐，抬头看看，哎、欸，外天上的星，星星吹吹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凉凉的风也是一种幸福。咱做餐人袂晓找幸福呢，好、哦、做甲要害，拼甲要害，人袂晓找幸福，袂晓找快乐呢。所以讲吼，爱因斯坦来讲，幸福不是云上花，也不是水中漂，幸福是有根有草的，幸福是不靠天也不靠地，关键在自己。引用我在吼、哦，我在的时候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享受星星，享受风，享受一切大自然的东西，哎，就也享受啊。啊，咱人都钱免足济，拢去提寄银行，万免讲钱足济，拢提咧寄邮局啊，就讲提咧寄迄种吼，什么浪费？你寄伫遐看到死钱，会生几只几，会生一挂利息尔，但是无啥物作用。第一样，你较食嘛一碗面，啊，你较食嘛一碗饭，吼、哦，遐钱拢干干，拢藏伫遐藏死钱，无用着啦。啊，老人家吼，唱输起来塞起来钱，其实比少年人无较输啦。但是因无用着，他们不会把钱拿出来布施，也不会把钱拿来吼、哦、照顾健康，也不会想去吼、哦、哎享受一下。咱人这口气呐唔来，就什么拢无啊。但是叫咱讲，哎放下享受一下，放轻松享受一下，拢做未到的，就这戆人。迄个一世人尔。你啊，钱搁较济，也无在该买退休，也无在该买健康。为什么咱要这戆？为什么要把这些钱当作生命在保护它？惊红偷摕，搁惊红骗，吼、哦！但是你也无用着，啊，你也无开着。为什么咱那要装这么傻？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咱世间人吼、哦、唯一的欠欠甲过头的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浪费也是浪费，甲过头，拢未平均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啊，该伫外口拍喷的啦，吼、哦，伊有伊拍喷的一套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欠甲过头是咱伫欺负咱家己啦，去苦读咱家己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唔敢啊食一下较好的物件来保养身体，啊，唔敢让家己的身体较自然嘞，较自由嘞。吼、哦，安尼卖遐卖工课白条条，这个都不是我们现在要的。即嘛，上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啊，那还阁身体健康的时阵吼，真正家己爱去，把你家己的人生小夸去甲转变一下，吼、哦，唔通讲我那硬做甲死啊就煞，啊烧烧无钱，我转转无一后，啊有什么用呢？吼、哦，这就是要甲咱讲人生一概念，过去的咱唔知，未来的咱了无看，梅香一直在强调要过活。要过得快乐，放松，要放松到没有责任压迫你，肩胛头免排压重。今日是世甲饲大汉，家己都爱出去趁食，唔是咱是大人爱甲顾好好。你若是大人，大人甲顾好好，即个囡仔拢未精进啦，啊未讲要安怎去拍拼，安尼是咱害伊。咱的下一代就变麻子啦，吼、哦，讲跳未上时，硬未上地啦。啊，遐你就会烦恼啊！到时你就唔知影讲啊，大家我老啊，啊，这财产若放我，伊唔知3-5年就甲你毁了了，凡事免到3-5年，凡事免到3-5年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人生嘛，该放的就放，人生该放下的要放下，人生路绝对唔通行到伤坎坷，啊嘛唔通欠到过头，身体甲放我里里落落，吼、哦！啊，要讲道给咱听，有时阵我讲啊，讲修行吼，咱唔免啦，咱一半摆啊，讲给老人听啦，讲啊50-60岁开始要伫田地咧拍拼，70-80岁要搁咧做遐个啦，吼、哦，互恁小可了解者，讲人生唔是像你安尼，啊，你也安尼戆做吼，今物去到阎罗王遐叫阎罗王戆戆棍，你知无？啊，互你落去世间啊，煞袂啊安排你家己人生。吼、哦，啊，甲病病咧，讲功过无，啊，欠就欠到要死，啊，食就食安尼，啊，你起码安尼，啊，你后世人唔是同款啊，过做人，对无？安尼何必咧？
有时候啦，灵魂是我们自己，哦，有转变的，你的心念就转变，然后你就会晓学，会晓讲我要安怎来照顾我家己，我要安怎去，把这个人生观，囡仔若饲大汉，好，该互伊自，该互伊自主，该互伊去打拼，你就爱互伊去打拼。咱老人上无老二十年的时间，过一个享乐，好，人生七十才开始啦，八十无预期。好，人生七十都当作囡仔院。好，迄个时阵，咱都也要去用用看光景，看一下风风，吼，啊，看一下看一下讲，啊，这个环境咱唔捌来，咱来看卖啊咧。人只嘛有足侪人吼，拢请游览车，一天300块，来去呀，300块。好，啊，去对，看去溪头啊，去三林寺，去爬山，去新鲜吼，一空气的所在。就正讲一礼拜去两届啦，吼啊，拿300块，啊，家己炸一下便当，安尼吼，安尼一天去山顶，吼、哦，空气阁好，啊，你若退休啊，都唔通咪在内底，你退休了，你如果一直躲在里面，安尼你个头壳足紧就退化，吼、哦，要做老人是足紧的，但是要甲安尼吼，甲这个老人的气魄，甲转倒当个中年人的这个气色吼，都是爱爬山。爱去山顶，300块给伊，人游览车给伊载好好，几点几点伫迄堆，吼、哦，迄我是无时间落去啦，我若有时间落去啊，一礼拜三都两届嘛，伊拢拜三甲拜五，游览车拢伫迄西门外口等，我甲看哦，拢全一挂老人，吼、哦，啊五六十岁拢退休的遮，六十外岁退休的遮，去山顶享受大自然，我也很向往呢。我嘛足想要安尼来去呢，但是我即马甲感觉讲，诸天必先叫嘛那山同款啊，因为看，好、哦，你想要在那边散步啦，很静，是我较望济，好、哦，有时阵呢，你嘛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也是世外桃源，我认为诸天必先讲也是世外桃源，因为无啥物干扰，车也足少的，啊，内底面有树啊，有嘛是有鸟啊声。吼、哦，啊！你想要伫遮个静一下，安尼嘛未歹。吼、哦，我把楚天当楚天毕生功德，吼、哦，咱圣庙所看到这块地，吼、哦，甲空旷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来你会感觉舒服放松。吼、哦，安尼时阵早时啊爬起来，加减啊往行，啊面对太阳，吼、哦，啊去要晒咧，安尼你嘛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我的人生是用这样的快乐。啊，为什么我的快乐在这？因为我感觉服务众生是我的快乐。好、哦，讲道理给众生听，嘛是我的，嘛是我的志，诶，这个志，就是讲母娘给我的这个志愿。啊，我有甲讲好，啊，这是我的志愿，我应该要做的事，我应该要做的事就是在这里。好、哦，啊，我希望的是，咱孙兄叔这，若真正有听到咱这个节目。老大人啊，加减互准互伊罔听，收音机嘛会使，8-9:3，调频广播网8-9:3。啊，你若讲会晓讲，啊，你甲用一个即卖手机足方便，吼、哦，要为网络听、YouTube 听，拢会使，互老人有一个正能量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伊放较会落，放较会下，吼、哦，这个老人家就比较没有病痛，啊嘛，老人痴呆症才不会那么快。安尼是对咱的众生有帮助，吼、哦！啊，那要来讲修行，要来讲修炼，要来讲单刀，就是另外讲予咱一挂师兄师姐有咧修的，吼、哦，较进展啦，吼、哦，较提升，吼、哦！啊，那这部门的，就是咧讲予咱一挂欧医生、欧巴桑，吼、哦，咱这真卡人，啊，伫咧静坐的，啊，是讲伫咧做工的，伫创啥，加减啊罔听，让自己，吼、哦，开放家己啦，吼、哦，唔好定家己去绑咧，安尼对咱来讲，身体也无好，精气神也无好，你的人生拄好干那来做呢，无享受，安尼算来这个世间算白来的啦，白来的，都干那来做，啊，甲换去三碗饭，还叫做白来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来啊，咱就甲，好样呢，活足精彩，吼、哦，活好样呢，有感觉讲啊，这个来世间我无白来的，讲。讲修我也有，我有修；讲做我也有做，教囝我也有教，我的人生已经有够啊！吼、
满分啊，无甲满分啦吼，上无啦，吼，无互咱遗憾啦，卖互咱遗憾。安尼呢，即世人你要回去的时候，你会用笑的转去啦。先讲你会用笑的转，事实都会用笑的转，笑着回家。为什么？都不愿再，咱都不爱个重来一次啊，所以咱就笑着回家，等下找老母娘，等下揽脚腿，袂歹啦。生醉几满，半贫半富半自安，半命半天半机遇，半曲半舍半心善，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痴半愚半圣贤，半人半我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长伴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痴半愚半圣贤，半人半我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半俗半长伴随缘，人生一半在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长伴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来，今日呢吼，已经是元月十一号，咱统一这一届呢吼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吼，还个几天。爱把这所有的工作全部完完了哈，全部完完。好啊，咱嘛算讲共修啦哈，有师姐你问我讲，啊，恁十五做拜六，海刚刚要共修，哈，这个我研究一下再说了哈。看这个人数，咱有诶元宵，要走去看啥？要看元宵灯啦哈，啊元宵吼，啊要去创啥？要去创啥？有时候啦，哈、哦，诶、欸，也要问一下，哦，啊，甲过来讲，好、哦，啊，咱先甲
咱慈怜毕生公信庙所念诶，还即个统一斋戒，吼、哦，啊甲工课吼，甲、哦、做圆满，吼、哦、啊十四应，吼、哦、就讲、是、咱诶三观大地上圆，四福天官，吼、哦、万寿无疆啦吼、哦，啊咱嘛是够爱向咱诶吼三元三品，吼、哦、咱上圆天官四福。做天官，爱去做祝寿啊，吼，爱做祝寿啊，所以讲有要供修还是没有供修，还要再发表一下哈。啊，算或者学生知影讲有时间咪办，无时间咱就搁个跳过难过，吼。啊，咱就逐天听，每双伫电台连线的这段，哦，啊，咱就算啊，大姨来破红正文思想买破，吼，啊，恁看要听到听红正文思想啊，像大姨这边反地里拢。会当个点起来，喜结善缘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那我们尽量再讲。现在要来讲的就是说，在修行当中所有的，都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开端，有一个开始。什么叫做过程、开端、开始？因为有人感觉讲奇怪，医生，我有去看哦，但是医生都说我没事，啊，我晚上又没办法睡觉，啊，规身躯拢酸痛。啊，艰苦坐挂啊！医生安怎可能讲你都无病啊？你无安怎？这就是一个开端。有时候你的灵，吼、哦、起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讲这灵安怎起的？我家己唔知。伊就是先为病叫灵光，灵光病的原因就是先你的身体不舒服，这个不舒服，那个不舒服。医生看透透，何处就透透啊？无代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叫灵病啊。所以讲，灵病嘛，就一个过程哦，啊，也是一个过程。啊，迄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心爱先较定咧，唔通人讲啥你就弄，安尼弄到尾你会火。吼、哦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的基础拍袂在，就像幼稚园同款。吼、哦，人甲恁讲啥你拢相信，安尼你会开足侪冤枉钱。搁一样就是先听，听看听。啊、哦，有个人去用耽误的足济，零散破咧世界走，连外国都走，啊，一寡钱开有够济，啊，到尾也嘛是安尼，因为这个在修行中有这个过程啦，对人生而言都是一种哈、哦、历练跟经验的累积啦。但是你的历练爱历练对的，好、哦、爱历练对的，唔通去历练唔对的，吼、哦，人带你去开钱，佮带你去戆戆西。结果甲你讲一挂迄个三十三天的，迄拢唔是咱要爱的物件，吼、哦？为什么？历练跟经验爱有累积啦，你爱有历练嘛，爱有经验、经验迄、那个累积，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啦，吼、哦？先来讲理由，无理由的，甲你讲到有理由的，这你就会记哩，吼、哦？这个就不一定要听，好、哦，去向外追求解决。好，解决事情的人太多了，向我追求的，好啊，所以就足侪人拢专门咧看这个啦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我带你来倒一个老师，遐足牛的吼，啊，遐安怎安怎，带你来山顶倒一搭安怎安怎，这叫做啥？没有理由，也不需要跟你讲理由，好、哦，他就是要带着你去外面追求，把你说你什么问题给你解决。啊，就向外追求解决之道的，这个很危险。哦，修行只是在照计修真，搁一样就啥，过来就是要开发自性。啊，你开发自性，性爱啥？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不管顺还是逆，你一定要静心从容，好、哦，用内观来反思，养成好的习惯。你就袂安尼曲曲撞，你一直曲曲撞，你找袂到理由啦。啊，人要甲你架设其他的理由，要甲你框架，拢有啦。吼、哦，不管你带多一尊来甲你讲，拢有。但是有时候你会找不到真正的出口是什么，反而更忧郁，反而更痛苦。啊，会安尼哦，就是会安尼。吼、哦，当你拄到任何的代志的时阵，不管。你即嘛是虾米人？按虾米人带你去做啥做啥？你感觉一段时间啊，哎、哦，越来越复杂了。人家给你说的太多了，越来越复杂的时候，
你的心情不落呀、啊哦，你也无法度反观，你也无法度反思，我到底这样跟人家两三年了，到底我是走对还是走错？咱无在条心定落来，吼、哦，你要开发自性的力量，是让自己吼、哦、能够跳出吼、哦、那种盲从，吼、哦，还有人在讲的一些不具实际的，无法度向上天去印证的代志，这个都你没有跳出来，你无跳出来，你内观自己的心嘛无足清楚，想要去甲了解，你就一味的跟着跑。啊，这些根本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，都是人家框架给你的。给你讲一个，当我给你录一个，给你录一个曲啊，给你胃头壳，给你录的啊，你要安怎有法度？所以说，现在有很多灵盘灵修有点乱。好，过几行我较无赞同的就是啥？咱的地球已经软化哈，而且是放炮这项问题啦，好。那讲要阿妈做放炮，用迄个啥，用迄个炮安尼规车安尼弄落安尼，你甲想伊乌烟啊，乌烟瘴气往天上一直分散，这就叫做碳量。哦啊，碳量咱即马无去甲管制这，吼、哦，只要你要出巡呢，吼、哦，大尊呢，大家嘛白沙墩嘛什么嘛，这拢无人敢去甲动啊。但是迄种的是有害地球的物件，你炮甲放足济。有的人在起空嘛，在起笑。妈祖敢需要你放炮才会兴吗？对不？啊，这炮甲放规车，啊，不如用那个啥，用吊车，甲吊管管。啊，有的人害去到后边，讲火烧毒药，好，讲火烧，就搁叫救护车，那个火龙车来拍火。这个都不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的宗教信仰真的偏的很偏了。我咱即马来讲，也、啊、好啦，十五，你若讲足爱去看的，对无？有一个师兄，就是因为去看人咧放迄烟花炮，就是叫做啥？南部啊，南部足流行的遐啊，吼、哦，徛起顶悬呐，吼、哦、啊，互人放炮的遐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個，你去，你家己目睭无封闭好好，断一类目睭才歹，安尼你去遐看这個。啊你讲用这种的方式来闹热，吼、哦，安尼会话，啊你讲会当消灾，会当解厄吗？那会当消灾解厄，瘟疫早有解啊，因为当年拢冇咧病啊，炸邯郸呐，当年拢冇讲咧，迄个赶瘟神呐，啊那赶有掉，那就是台湾那就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瘟疫，吼、哦，原来死袂少人，对吧？包括囡仔，包括少年囡仔，吼、哦，啊那讲安尼。邯郸甲炸咧吼，炸邯郸咧啊，吼啊甲炸我咧规身躯乌飕飕，吼啊甲放起咧，啊规个拢是迄碳量有偌高，你敢知？咱台湾人袂晓欠钱呢，这种钱叫做浪费。神啊，如果爱用遐个炮，只我都甲遐瘟疫扫掉的话啦，安尼也是拢叫伊好下课啊，叫拢我等于天顶啊，好下课啊。咱人家己所找的麻烦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很多。吼、哦，啊你！你讲哦，一个元宵节爱开几亿，互人伫遐咧看水，然后再搁甲拆掉，遐个钱也摕来互善良人开。吼、哦，遐个囡仔无法度读册，迄甲摕来捐互遐个囡仔，以后国家阁有较侪栋梁，啊！你慢慢开种无路用钱，干嘛要花钱花在这种没有一点利益的地方？啊！每一个县市，大家拢咧拼水个，啊！大家拢开上个钱啊，拢嘛开百姓个钱啊。哦，较认真甲你发咧，对吧？安尼挖弯嘛要开，挖这边嘛要开，对吧？万民百姓的钱，就敢那百，咱去用吸血吸足济啊，你知无？对吧？啥物代志都有听我甲你发，哎呀，钱拢为政府去，但是每一个官府拢要开的，拢要开比别人搁较水，啊，你要再搁甲拆掉，你想我们的国家资源浪费在哪里？浪费这无路用的。咱若甲开一个较好的方向，吼一寡善良人囡仔有机会好读册，吼啊有一寡真正较艰苦的人，有人好斗救济，开这种无路用钱。如果讲炸邯郸就会当甲遐所有瘟疫拢送走的话，那这四年都免再悲哀啊啦。
神不是这样做的啦，神啊，才是就要用炮来给你赢，这样那尊神啊，不用拜了。你看看，佛祖人敢有去赢？敢有人敢赢佛祖出来，啊，去用放炮？敢有台湾全省所有的寺院，你敢捌看人这样做无？没有，就只有我们的这种宗教信仰没有改变的话，这个地球碳量会很糟糕，会很糟糕。宫宫庙庙拢是咧起上水的，啊，起上水的问题是，有法度长治久安无？无法度啊！你有在咧替每一个众生解什么困难？拄到就是拄到啊！啊，你讲上天跟人类，到底是人类要尊敬上天，是要用炮，用这大堆安尼神才会兴吗？这我都无赞同啊！恁来诸天必成宫，我无咧放炮的啊，我放啥？放迄种诶，迄种，吼、哦，用迄种电诶，迄种诶，吼、哦，就有一个炮声，吼、哦，但是迄种诶无污染诶物件，吼、哦，用电子诶，吼、哦，啊，人要来进香，嘛放一个意思就好，讲有欢迎安就好。神呐、啊，你愈了解神，你都袂做这种神违背神诶意思诶代志啦。那你违背神诶意思，愈做愈偏诶话啦，神都走了了啊。啊！你若爱算的话，你去算；爱跳的话，你去跳。哦，这个世间就生成安尼好啊，魔比正较济的话，吼、哦、啊，恁就无人要去甲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一挂正神，他看到你们在这个土地上，吼、哦，底下咧玩这个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，只是妨害着咱人，诶，空气污染，妨害着地球。过来啥？碳量伤高，南北极冰山在里烧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你有在起几百亿的迄个足大间的庙寺啦，互人拜啦，互人添香香的话啦，嘛无法度长治久安啦。都只要南北极一直升高啦，咱是住伫迄地，住伫这个宝岛，但是四边环海啦，到尾啊，遐拢总伫水底啊。你开遐钱嘛，等于拢伫水底啊！吼、哦，啊遐钱，互恁硬，是因为恁甲雕，伊果不是三种，你都甲雕形象伫遐。啊，但是雕形象伫遐，无一定神会伫遐啦。还有你看庄严的安尼尔。咱今日要拄到的代志是，咱家己爱知影，这会妨害到空气污染，会妨害到未来碳量，吼、哦、啊，地球升温，这种事我们不能做啦。啊，若搁做安尼个话，我感觉这神就拢回归啊啦。咱家己无才调足清楚去了解，这个地球是咱共创歹个，啊，根本不属于我们应该要这样做的事。为什么要做？我们就是这么执着，为着要赢这么执着。我们自己的修行不是修行在外在啦，咱咧修行唔修行伫咧外境，干咧看水。咱的修行不是修行在外境，而是内心强力。你要去了解，出生到死都是希望的过程，出生到死都是希望的过程。如果静心，你去甲思考，慢慢啊，你就知影。原来我们是人类在破坏人类，人类在破坏地球，迄甲神拢无关系的代志。所以，咱要放下甲理想，一体两面啦。当人在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你会气血翻腾，会啊，但是情绪会袂好势啊。但是这毋是用啥物来解决的，是你爱解决的。好，咱的念头失去了中道，你要处理情绪，也必须要情绪先处理。哦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因为本来就没有，哦，这个生灭假象。为什么会变成到现在你不处理不互动不理他，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消失，是人类底下的棍的。有时阵吼，这个业力现前牵引过去的业力因缘，拢是咱家己所谓的无明，就是自己莫名其妙。所以咱即马拢要依靠，吼、哦，要依靠某一样代志来解决问题，那都是错的。任何事情都看不顺眼，你也是错的。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业力现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。啊，那个严重的后果，
嘛是咱家己。所以理想是观空，内观就是王方法之一啦。有时阵咱来看，这是大代志啊，小代志，好，不是你能够引发业力的爆发，就是因为我们做错了。人类很多方向都走偏了，错了。啊！我讲这個，我无咧惊得死人啊！妈祖婆那就一定爱用烟灰炮，伊才会香啦。吼，啊，就爱吼伫个桥诶，吼，你毋捌拄着人火烧桥啊？桥下面甲放炮，啊，规尊妈祖甲桥拢烧了了。啊，你迄尊妈祖嘛感觉足奇怪，迄尊妈祖是互恁做啥？互恁做布袋一样啊咧行，伊无遐怣啦，坐倒遐互你用炮甲熏咯。吼，啊，坐咧佫烧一个，佫连桥拢烧了了。啊！你甲放遐个炮，讲一句歹听，开钱阁无好看，吼、哦！啊，阁甲神烧了了，甲桥阁烧了了，做这种代志，搞啥意义？啊，啥物人啊？是啥物爱去开这种钱？啊，咱有足济钱，毋免开伫遐呢。神是自然自在，大神大道呢，伊毋免你安尼请才会来了。只要你做对，伊就来啦。你有顺天命、应天命行，伊就来，他就会下降。你无顺天命、应天命行，伊就看恁去算啊，看恁我都算几年，啊到老尾啊落尾看送尾收尾，是人爱收尾啦，神袂甲你收尾啦。你人拄着个代志，好即满也好，拄着个代志，神会来甲你收尾哦，无啦，是人爱家己去收尾。你犯错了，你自己犯错的事，就急着这么多人一同犯错，好、哦，安尼国家社会讲叫人袂使插秧。咱个政府讲叫人袂使插秧，拢爱插一枝，吼啊袂使创啥，啊唔过那出门，那总统嘛出门，上妈祖出门，沿路沿路跑安尼放，那政府拢无讲安怎，拢无讲袂使放炮，嘛无讲袂使，这碳量伤高，那为什么？这是即马这是啥物情形？对无？那讲了妈祖要出巡啊，什么院长嘛到位啊，这种总统嘛到位，拢去爱上妈祖。啊，出门下落跑跑即落行诶！啊，你叫人讲神庙袂使插香，爱插三丛袂使，爱拍一丛，啊无我无路就该搬了了。讲碳量伤高，我靠腰碳量伤高。啊，若像安尼一个出巡，哦，搁一个炸邯郸，哦，搁一个遮有诶无诶遮，安尼先啊，即种拢无要紧，都没事。哦，啊，为虾米干呐？关这庙插一支香，袂当插三丛？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对不？所以这种逻辑，我绝对是我看不过，啊，我就会讲，因为我看炸很单单，这不对的。那一个师兄，伊一对目睭无去，我讲啊，你是安怎？我得去看，啊，就当瞟一下入啊，啊，这对目睭就买啊。我讲阿伯，你卖啊加步，要看到都对，到咱家看，哈、哦，到咱家看，免去看现场的，啊，免让囡仔惊噶安尼，含囡仔煞出来。等下再来收惊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他们厝电视甲娱乐看，看炸甲偌精彩，吼、哦、啊！政府拢伫遐咧看，啊，看恁遮烟看要排队，啊，吊杆要一堆，啊，看恁要安那，对无？看啥物人要去收尾？做这种事不对的事，绝对不要做。做这种的是干那咧请赢，恁用恁的感觉。但是你无去替众生想，你嘛无去替这老人想，嘛无替这地球想，嘛无去替这所有的空气，让人较有好过日的。不要这样玩啦，玩这个是不对的。啊，我若甲你讲安尼，感觉听了袂爽嘛，无要紧。我的志念就是安尼，无爱这种对天地毁灭的工作是人做的，是咱人做出来的。是咱人所有的一切做出来，你所发明的物件，那是有害于人类啦，包括食的物件啦，这你拢阿摆拢爱担足大的因果啦，趁钱恁去趁啦，啊钓竿的别人咧钓竿啦，好，这个都会挑很多的因果，啊你若愈捌因果，你就愈惊，你就愈袂惊这种代志，你就袂去做这种代志，你嘛袂去参与这个代志，不要造成自己的痛苦，好，啊是不要造成别人的痛苦。好、哦，这生灭两个字，是一个假象，本来就是一个过渡，时间的长短安尼尔，
改变方向思维不可以吗？人生就要有意义啊！哎，哇，这个靠神的啦，神不是安尼硬的啦。啊，那安尼大家拢免做神啊！啊，佛祖人都人无安尼硬，佛祖都话信徒满世界，捐钱的你敢会捐比较？咱大家都去捐，就是拢去捐佛祖是安怎？伊敢有出来红硬嘛无？伊敢有出来红放炮嘛无啊？伊嘛知影这碳量不行啊！来人间是要安静好啊，修行好啊，过日好啊，做人是咧教咱做人，唔是咧教咱做这啦。我们都本末倒置了，拢死念转去啊！这种的宗教信仰是错的。来，今日时间已经到哈，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下晡赶快有通去祭拜哈，感恩，拜拜。